话咁快就天光啦，而家准备早餐时间啦，系啦，咁先啱噶嘛，齐参与。今日认真讲下训练营啊，食薯片，煮嘢食，打，饮可乐，打点下啲地方，谂活动。昨晚瞓得好唔好啊 ？OK 啦，唔算太冻。有冇俾两位小姐逼到唞唔到气啊？哦，逼啊，少少逼啦，但系唞到气嘅啫。整咗一个暖水袋，有人之前咧，我带足四个嚟噶。要唔要暖水袋？啊唔使咁，咁唔使咁，我唔净系整自己一个咯。一翻到嚟，哎呀，我只脚好冻啊！真系暖水袋，我话要袜啫嘛。哦，有人应咗啦。唉，俾你暖水袋你啊！跟住我临瞓前，你用完未啊？唔应我咯。喂，呢位小姐，做晒嘢啦咩？点解变咗玩 bubble 噶？嚟一啲 camp 西都几方便嘅吓，有冷热水供应啦，又有咖啡供应嘅。啊、有糖有朱古力有茶飲添，同埋咧都有個雪櫃仔啊，係有擺定兩支奶喺度俾你飲嘅，俾你沖咖啡，仲有 lock 卡可以用噶。其實個 lock 卡就好細嘅，咁啊佢主要俾你插電咯，每一格都有個呢啲咁嘅拖板仔，好多 USB， 你自己 set 密碼咯，好似酒店咁樣。啱啦啱啦，自己咖啡自己冲啊！喂，呢个大帐篷咧系搞嗰啲集体嘅活动嘅，我见到有个白板啦。学校搞 camping 就可能会嚟呢啲 camp 西嗰度搞嘅，有台有凳啦，同埋我见到有一啲餐饮嘅设施嘅 ，buffet 格局。呢边做个帐篷。就是一个小朋友的 play area， 还有一部汽水机。那在这里介绍一下，其实今次我们去了一个叫做 Family Camping Group 的其中一个 campsite， 就在 Marlow 这里，距离 Reading 都是20-30分钟车程，很方便。那大家来到可以选择好像我们这样给个入场费，揸架车入来自己扎营的。咁而呢一啲公共設施，大家可以用嘅，亦都可以租佢嗰啲帳篷啊，即係白色嗰啲，仲有綠色呢一啲小帳篷，應該係住到兩個人嘅。而暫時住咗一晚，我比較欣賞嘅就係佢呢一個沖涼、去廁所、刷牙嘅地方，係幾企理嘅。最抵讚就係啲浴室，熱水夠猛又夠熱，沖個熱水涼，舒舒服服瞓覺。瞓醒覺又可以衝多轉，佢真係好中意放紙鷺啊！一早起身就放紙鷺啊，早餐都未食啊！啊，曬住太陽喺度煮嘢食，你話係咪好人在？你人在啲咯，唔使做人在啲，咁我要影你啊嘛，你上鏡啊嘛。enjoy 咯，我第二對襪濕咗。喂，嗱呢個我你唔係幫手整嘢食咩？換襪。又吞泡。喂，其實可以喺屋企花園 set 張台曬住咁煮嘢食都得噶喎，如果中意。可以啊。但係何解要咁做咧？你覺得啊？咁不公平。喂，尋日邊個細路問啊？點解要 camping 啊？又係你？咪就係要呢種 feel 咯。呢種 feel。系啦，就系要嗰份新鲜感啊嘛！快啲嚟啦！打我个手一次，港女咪讲明，咦好污糟咯！正式展开我哋港鞋训练营嘅训练环节，首先爬绳网，风景又好，嗰边嘅团友仲唔过嚟？我哋翻咗嚟馬路市中心啊，喺 River Thames 附近嘅地方啦，好靚啊呢度，係咪好想喺度住啊？It's got
我決定了啊！我哋咧就三四個家庭一起買一間，咁然之後每間房咧，即係例如話有海景嗰啲咧就貴啲，冇景嗰啲咧就冇咁貴，就咁啊！我哋而家喺集水區附近啊，前面就是之前都去過噶啦，亦都介紹過啊，嗰個 Suspension Bridge 啊，同埋教堂嗰度。咁啊，沿住河邊位行過嚟咧，一路都好靚啊。咁啊，行十零分鐘就嚟到呢一邊。而家其實我哋身處嘅地方就係叫做 Marlow Lock 一個集水區啦。上面水位是高一些的，這邊是低一些的。現在的船呢就入了來這個位置啦，跟著山閘再注滿水，讓它們升高，那就可以向上游進發了。閂咗閘之後，呢邊就係咁放水啦。因為啲水湧入嚟啦，咁啲船都會喐嘅，所以佢閂閘之前咧都要綁住啲船咯。周小姐，我哋試下下次喺度租船，跟住揸去倫敦好嘛？我一路揸到出海啦，去埋法國得唔得啊？嗯，咁又唔同計法咯。五磅九一個啊嘛？三種味。嗯。正齊齊吃雪糕啊，露營慶生辰，邊個生日呢？邊個咁幸福啊？有人好鍾意食朱古力蛋糕喎、啊、呢度有蛋糕嘅 Surprise Happy to you， 好驚喜啊喂，你點樣係咪有十嚿朱古力、啊、It's m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睇完睇完 ，Blow it quick！ 一時即刻嘅，心想事成啊！好像是 BB 先玩的喎、哦。要不是，那是大叔叔的。你这样，你不是肯定不放。啊，我来推你啊。Yeah. 好了好了。嗱，你集合眾人之力，執咗一大堆樹枝啊！今晚可以整 campfire 啦。我攞佢個桶過嚟。佢頭先有團友行咗嗰啲草嗰度，然之後吉到麻醉咗只腳咯。係啊，嗰位團友仲要著短褲啊！咁呢個係訓練項目之一啊嚇，執樹枝整 campfire。我唔識整喎，要咁。我識啊，鑽木取火。而家拎咗個桶過嚟係啦。睇下擺得幾多啦。另外嗰啲比較長嗰啲，我哋就一人拎啲翻去啦。好玩啦、啊！今晚有 campfire 啊！你睇下，哇！咁快就火光紅紅啦。你諗下嗰啲山火嚇，咁嘅乾燥環境。是不是可以很快蔓延啊？嗯，所以我哋要点啊？哇，白色的，小心山火。咁营地呢度咧都好好噶，有呢啲咁嘅炉啊，系专系俾人哋整 campfire 嘅。搞紧咩啊你？煲紧糖水。煲糖水。润润佢啊嘛，烧咗嚟。要啊要啊。
Are they picking like which ones to sell? 雪葉，呢啲蓮子，南北杏。哇！加啲冰糖咁啦，好簡單嘅。我自己攞啲水買埋佢。你知唔知英國呢邊好多嗰啲烹飪節目就咁啦？係咩？喺個 feel 呢度露天煮嘢食，享受住呢一個景色，側邊仲有啲音樂，雖然有少少嘈，同埋有個廚師煮咯，有廚師，跟住有好嘢食。幾爽！你而家嗰度啊，哇！呢塊扒真係不得了啊！係好食啊！頭先試咗一塊啊，好 juicy 啊！嗱，呢邊係 BBQ， 呢度係糖水。呢边是水果部喎，呢边沙律部，有啲食 buffet 嘅 feel 喎，系嘅沙律啊，马拉松式 BBQ 啊，烧到尾声噶啦，哇完咗，阵间就会系萤火会，萤火会就仲，阿学妈整嗰啲雪耳糖水好正喎，一边食糖水一边开酒饮啦，我哋。飲杯飲杯，好 enjoy 啊！呢個 camping， 天氣又好，呢個 site 都幾好啊，幾滿意啊！我最讚賞都係呢度嗰個浴室啊，水啦，有真係有夠熱，正過屋企啊！水夠猛，即係正過屋企。見到個天好似仲有少少光，其實基本上黑齊啦。是个手机的感光比较强劲，我要拍下这个红红烈火啊，不过是非常大风啊，今晚看看我们可以坚持多久啊，在这里整了个树枝真是暖很多，嗯，火这么劲，我满意今次的 camp， 满意满意啊，这么开心啊，今天我們的早餐移師了來帳篷底這裡，太大風了，太大風了，外面又到離開的時候了，大家幫忙執東西啊，很多事搞啊，你搞紧咩啊？执紧嘢。你负责看住个型啊？唔系我执紧嘢，应该得啦。执执下嘢喺度日光浴啊？嗯。发生咩事啊你？离开咗 campsite， 我哋又翻翻嚟马路市中心呢度。主要都系我揸喎，点解你哋唔嚟帮手啊？因为我哋搞唔掂咯。个真相系。个个在吃东西回顾下这三日两夜的 camping 怎么样啊 Good Fun 后妈怎么看呢挺好啊不错啊天气都 OK 啊是第二日大风一点但是就整体来讲阳光都很充足而且都舒服啊那你又怎么呢你好像 BBQ 到喉咙痛啊啊！仲我哋其他团友啊，好玩啦、啊，好玩啦、啊，系啦、啊，又好天，好天啊！跟住个 campsite 又即系啲设施都几好啊，我觉得。跟住而家再嚟翻马路呢度揸船咁啊，好圆满啊！我哋成个行程。咩食？揸得几好啊！有潛質喎，前面有隻鵝喎，做水手喎，做水手喎，啊！唔係，爹唔好走咗呀！你餓唔餓？拜拜，啊！今日走啊！我要喂逃走啊！佢，而家食芝麻，佢嗰真係瞓陣得幾好喎，真係坐喺度。未舉到，未舉到。Too fancy for it。今次係順順利利翻翻嚟喎，冇發生故障喎。小故障咩？吓、啊，好难讲噶，吓起上嚟。你我佢话系好惊佢真。加油啊，女船长！去翻右边，系咪好好玩啊？我好惊啊！我哋嘅性命喺你手上面喎、啊。加咗摇摇摆咁样。又翻翻嚟桥呢度啊，系啦，要掉头啦。系啦。
啊，似樣喎，似樣喎。嚇、啊！隔離有個助手喺度拍，教個蒙噶啦。鐘小姐表現唔錯啊！哦、oh. fantastic guys, is there a rope at the back there?